鸭糖，你们见过吗？小时候过年每次都吃，吃一根都这么黏了。要是一口气吃一百根，你们猜会有多黏人？作为美食博主，做个糖对本网来说真是 so easy。家里不要钱的使用色素也统统搞里头。我盖，我呀，噔噔，覆盖的绿色就做好了。那么接下来继续哦。潘中丹，29岁。这么多好看的粘牙糖，不知道有没有你家的一元色呢？就这样做满100根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。咱们直接把100根粘牙糖这样全部给它拍在一块儿。比我的头还大，这可是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。折起来吃，100个粘粘糖的杰作，啃一口。给大家表演个拉丝。哇。这场面都快赶上生化危机了，没有就变成了这样了。我手已经跟糖粘在了一起。我帮你们试了，你们就别试了。大美女，